前啊、哦，看到了许多人呐、啊，都要往山上去扫墓啊。扫墓的意义呢，我们应该要很清楚。对北部呢，目前的时间应该还健在的，要珍惜哈、哦。唔通甲讲哦，这当尊哈、哦、啊，你就是这回啊，你什么都唔捌啦，你听我的都对啊啦，在外口为所欲为啊，在家里都不听父母话。等到父母啊往生了以后呢，再来为他开真多钱吼，啊用最现代的给伊，在世拢讲伊，逐项拢唔捌啦，啊，逐项拢唔知啊，等候死了后呢，最高科技的东西都要用诅咒的吼啊烧给他啊，让他去赶时髦吼，还哪有可能做一个时髦鬼吼？哪有可能呢吼？那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我们要给他做一个有福的人吼。那什么样最有福呢？子孙孝顺，让他呢没有烦恼。让他呢再生这个时候感觉到说，我的子孙真有好啊，我的子孙有成就啊，我感觉讲哦，这世人啊真满足，这呢才是真的有效啊。假如父母不在了，我们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去付出。轻轻地爱你，轻轻地爱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轻轻地想你，轻轻地想你，我的眼泪，我的眼泪，谁能给我个温暖的阳光？谁能给我个温柔的梦想？谁能在最后终于还是原谅我，还安慰我那创痛的胸膛？我的家庭，我单身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时候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回去的方向。妈妈，个囝呢，在怀孕的时候是期待跟妈妈是修炼的嘛吼，那是有形呐、啊。生出来了以后呢，啊，无形的。这种的心，好，那无形的期待啊，永远都不能断掉。哎，所以孔子讲啊，虎庙危机之其忧啊。囝呢，那有辛苦病痛，囝呐有虾米款的得失，做爸母呢，个囝都是安尼息息相连，迄、那个心嘛、啊。所以我常常说。能自爱的人就是报恩呐、啊，能付出的人呐、啊，那就是感恩呐、啊。父母恩重，我们能不能报恩呢？那你要报恩，第一个就不要让父母亲啊太担心呐、啊。父母亲的担心呢，就怕你这个身体。有疾病，怕你的心灵有疾病啊！让父母亲啊，心灵受到最大的创伤与折磨，那就是身心疾病啊！辛苦这边呢，那父母都爱陪去看医生，就是安尼，不厌其烦来照顾，为伊的身体，真的。
果然父母很忝，但是呢心里若有这病啊，好，这让父母呢更加折腾啊，每天都是真正的恐慌。孩子呢若在外面做到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呢，做父母的呢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人群啊，对，伤害到子女心疼，伤害到别人呢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人群，这种的心灵疾病啊，这都是观念错误嘛，吼，那这父母呢实在是苦不堪言，吼，那这会晓爱惜家己，把心照顾好，父母和咱的辛苦呢，我们真正的为父母这个身体，除了照顾好以外，把这个身体还要去为人群付出，这就是报父母恩，让父母第一不操心，第二呢，已有容颜，有这样的孩子，已有容颜，这就是真的报恩啦。人的旋律从指尖流淌出来，令人难以相信林伟志一出生就是全盲，并且患有自闭症，曾经接受13年的特殊教育，母亲张景云一路陪读，课后还带着他奔走各大医院求诊，从当初大小便无法自理到如今成为音乐天才，近30年的照顾似乎获得了一丝丝的报偿。边带他去上课，又一边跑去丰原啊、大坑、丰原医院啊、大坑附近去做语言治疗，就每天这样跑，真的很辛苦。我甚至一边开车，一边吐，一边打针，就是为了带他去。妈妈，我爱你，妈妈辛苦了。伟志，妈妈也爱你啊。看到了这样的妈妈，人家说啊，母爱。我说啊，母爱呢？就是勇者，他假如没有很勇敢的，无法天天面对的这样的病缠身的孩子，看看这个孩子啊，他从小的时候呢，那医师就诊断啊，这个孩子将来呢会盲，而且会自闭，而且会等等的颈椎疾病啊，都会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妈妈呢绝对不放弃啊，就是陪着孩子一路陪过来。但是这个孩子呢可是天才啊，有一些学者就说，自闭症的孩子啊，他有一种呢我们平常人呐、啊、就是无法这一旦盖一修毕哈，他呢有很超强的那种的记忆力、满年力那种的哈。10年的内底哦，问伊讲哦，某月某日是星期几，他唔免过安怎思考，一个都回答出来。4月7号。94年的4月4号星期几？4月4号，礼拜一。哦、太强了啊，这咱普通人讲有法度嘛，是无法度啊吼。那他对音感呐、啊、非常非常的强吼、哦。那听到火车的声吼，安尼过吼，问伊讲吼，这台火车是啥物？几公号？听迄个声过哦，所以他对音乐非常的。超天分的功能，所以有学者说啊，这样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多重这个残障的孩子呢，他能成就唯有一个力量，那就是母爱。没错，就是母爱。唯有母爱呢，有这样的耐心，有这样的爱心，不断的陪伴，让每一个人从最深的那一股潜能呢，把它启发出来。所以啊，这个母爱呀、啊，
非勇者，无法度继续安尼落去吼。那这为孩子呢，能开启啦另外的一扇窗。当我们身心罹患疾病的时候，无可避免会成为父母肩头的重担，但如果好手好脚却不学好，一样会是父母心中长久的痛。高维英本名高洪家，一个迷途知返的浪子，小时候常常被人欺负，因此发愿要做大流氓。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感觉自己本身就比较比人像顶个像个慢一拍安尼啦，吼，算反应较慢啦，较戆安尼，啊人看到我就拢会笑讲啊，这个囡仔真戆安尼，啊哪会戆我笑安尼呢？因为国小迄段时间，洪欺负，就只有抓讲我出来一定要做一个大尾狼嘛，无被洪欺负嘛。从抽烟、吃槟榔、打电动，到国中开始纹身、偷窃、勒索，身边的朋友也从小混混升级到通缉犯。1988年起，更从事枪支买卖赚取暴利，后来更在朋友怂恿下结伙行抢，终于被逮捕入狱。那一年他才刚满20岁。因为迄阵吼，拢一定去危害着人的性命，迄落想要乞，佮要共乞，啊要共恐吓，着共恐吓。啊，像做家佮伊共抢啦、共偷啦。迄阵伫我群内，网上讲有只从我家行车好听。1991年，与高洪家同房的老友每个月都捐100元给慈济，他知道后也主动参加。这是高洪家第一次跟慈济结缘，也是第一次与善接触。我甲这个100块回华联组织功德会，无两三天，组织功德会伊就寄掉手骨，啊，佮有组织的月刊来给我，一挂内底的故事，我看了足感动的，所以我一直伫个。我的工厂内底120几个，我一个一个同学去甲伊邀请，去甲伊招，讲出一位坎的内底故事，结果有90几个吼，拢吼对这个响应安尼。这位高技师啊，吼，迄当阵要过足少年，你才20多岁尔吼。那91年的那个时候啊，你看他就是在监狱里面呐、啊。那本来他也想尽办法要逃逸哦，可是呢，在里面呐 去碰到一位好朋友哈，好朋友那也遭这位监狱里菩萨要度众生哦，也许呢一不小心啊，那就被关在里面。可是呢，懂得如何反省，他就是念经。那么在念经的时候呢，这高居士呢在旁边呢讲起来醒嘛吼，那听啊也慢慢的心灵呢也开始在蜕变了，开始在转变了。出狱后的高洪家发愿做一个修行人，跟随上人的脚步走进慈济菩萨道。现在的他以法号高维英为名，时常与妻子带着母亲一起去做环保。刚好也带妈妈进来做慈济做环保，从环保志工开始，为妈妈做得很欢喜。最大孝就是度父母亲进来学佛，他的儿子很感恩我的儿子啊，他就渡我来走这一条菩萨道啊，让我吃老安尼知影道理，嘿，知影真理，嘿，捌天理，啊来为人服务安尼。我感觉对妈妈真歹势啊，真笨哦，啊，叔讲的爱好啊，友好啊，好啊，做，行善行孝不能等。我无做甲十全十美，感觉真对不起妈妈，妈妈对不起上人。
一直跟我交代说要好好做好的预防，但是我的全心全力一定会下去做，下去学习。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高维英师兄回头是岸。各位中华，各位同学，在民国78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按照看守所。身为慈济人，高洪家时常前往各监狱所，见证自己改过向善的经历，并且带着母亲一同上台，分享父母亲盼子回头的心情。大家好。许多人在厝边吼，在等囝哦，是偌艰苦，心偌疼，你感觉？我来度过一波。恁拢徛好，煞放我来打扫。今日我感觉上感动的，就是看到阮这个阿婶啊，甲这个孙兄，哦，我伫遐用到了出，有恁现场哦，啊，一寡亲身历练来甲我讲，阮有时我感受较会得。哇，谢谢阿弥陀佛！祝大家新年快乐！许多人拢是厝里在等囝哦，哈。表示希望我的心念吼，会一直来保持落，一直会当来利益社会。这个亲情计算题，那加减乘除大家都很会算了，每天算东算西哈。那这一题可能大家比较没有算过，那这个是一个大陆的网络的一篇文章啊，他就是说啊，你要好好算一算，你这一辈子大概还可以跟你的父母相处几天了啊，因为大家都一般都是外出工作，那么可能很少跟家人住一起。那这里有一个是说一个重庆的女生哈，那她在杭州工作。那他每年大概回去两次，每次啊5天啊，所以每年回去10天了，扣掉他上街哈，还有看亲朋好友睡觉的时间，所以大概每年可以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天，啊，那父母现在可能已经60岁，可能只有再活20几年，所以他算一算，大概这辈子只能跟父母在一起才大概2个月左右，所以算起来是非常 shock 的一件事哈，非常短暂。那以我自己母亲现在82岁，那大概再活10年，应该算是也算长寿了哈。那我每年大概过年回家3天，那这个中秋节可能回去2天，啊，扫墓1天半，啊，算一算，那我这辈子可能跟母亲在一起差不多只有40天了。所以这个算起来就是提醒我们要这个及时行善啊，不要所以现在我3不5时就打电话回去，那主要是听听母亲的唠叨。那妈妈常常讲的大概跟一般这个父母讲的都一样哈，就是说要爱吃饭啊，要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哈。但是她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医护人员啊，就是爱较亲切的啊。哎，靠孝心的，对别人较好的，要做公益，这大概都是上人的理念。透过这样的计算，我们一生能够陪伴父母的时间其实很少，许多人因而考虑将父母接来同住，或是找离家相近的工作。王宝玉就因为父亲行动不便，而选择了在家照顾父亲。咱过年咱要到佚佗。要去行爱游乐园，还是要去做环保？你要爱佚佗，是爱做环保？环保是较做爱调啦。哦，做爱调。哦，啊，人客人吼，做环保好啊。好啊。好吼、
2011年底，由于医生强力建议82岁的王清琴不再适合独居，女儿王宝玉遂将父亲从乡下接到市区来奉养，但一家人的生活却从此变色。带上来的时候，我是姐妹商量，是说要送安养院呐、啊。那我家人跟我是不舍啦，想说送安养院不好啦，因为他头脑都很清楚，他只是动作比较慢啊，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在身边啊。因为刚开始我照顾他的时候，那晚上哦都一直叫我起来，这样叫我受不了了，那我那个儿子就说帮我顾啊，结果儿子顾了2个月，他也没办法了。1个小时一直起来，1个小时这样起来了。由于父亲行动不便，处处需要人在旁照顾，王宝玉辞去了工作，每天晚上睡在地上，不时探头看看父亲的情况。长期睡眠不足，精神与身体上的压力使他几乎快要得忧郁症，父亲也非常不快乐。在家里像早上一趟公园，下午一趟公园，他也不快乐，这样啊。那你几乎是24小时的陪伴。对对，都没有休假，这样。这样真的很辛苦。是很辛苦，那种苦哦，外人是不能体谅、不能了解的。比如说，爸爸大便比较不通畅，对不对？我们要给他塞那个丸肠，好不好？那个塞下去哦。我不给他塞，他又生气，那我顺他的意哦。可是塞下去，他那个上厕所都来不及了。我洗了，他出来又拉，就掉到地上，嘿，就很多次这样。那时候那个境界我会起来，真的是会起来。所以说，带他没有说不辛苦是骗人的啦。这么辛苦，你怎么没有想说后来反悔，还是送去安养院？不会，我那心中很坚定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人要孝顺，虽然说没关系啊。没有啦，现在忽然间想到说，带他真的是很辛苦，是忽然间想到这样子而已啦。我是不会后悔的啦。王宝玉平日有收看大爱电视的习惯，想起很多老菩萨都在环保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于是鼓起勇气带着爸爸前来环保站看看。因为我爸爸走路又驼驼的哈，就不是说行动很方便的人这样啊，想不到他进来坐哈，真的是等于可以形容说，实际这个环保站哦救了我的家庭，要不然我家哦真的是被我爸爸哦，因为他的作息哦让我们很困扰这样啊。他是来找我说啊，我可以不可以带我爸爸来这边做环保？我说可以啊，欢迎你来啊，你做10分钟就有10分钟的功德啊，我是这样讲。改变很多了，第一方面那老人家也比较好像比较脸孔表现好像比较有笑容啊，那宝玉师姐也比较好像也比较欢喜，这样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样的好像老人家不舒服，这样他心里也难过，这个表情现在比较没有。那本来来的时候走路都没办法，那现在慢慢的会自己会走路啊，然后哦，他的女儿很高兴的告诉我说，哎，他爸爸进步好多哦，然后会一大早就起来穿鞋子啊，穿衣服等他，那不然以前穿鞋子穿衣服都需要他才照顾，他没办法自己料理自己这样子，哦，那就是进步很大了哈，那我们就是不断的给他鼓励了，其实老人家跟孩子一样哦，需要鼓励。你他有做2分的好，你给他赞叹5分哦，他好高兴，来了解老人的个性嘛，嘿，那这样子哈，他就觉得他爸爸在这里很快乐，然后他就会很喜欢来这里。啊，来做环保就不用包尿布了，可能他也比较好睡啦。啊，那他一心只是一直想要做环保，
这样啊，他的信念啊，所以他好像身体很多方面都改善了。他说不管刮风下雨他都要来啊，他游泳，他说我们既然要给他做，要有那个责任，有没有工作都没关系，来看一看这样。而且他心都挂念的说环保的东西这么多，要赶快来做，这样我也学习到说，哎呦，他讲的道理我也在听的。而且我跟他相处也有快乐的一部分啊，我会逗他闹他这样啊，他也快乐，我也快乐啊，这样。所以说不是说只有苦，也跟老人家相处也有快乐的地方这样。而且哦，这里的师兄师姐很关心，嘘寒问暖这样啊，他也自己很感动，我也是，好像很温馨哦，所以他也喜欢来这样子。阿公，你对那些查某囝有满意无？有啊。有哈。啊，你有感觉以前友好无？你有叫你讲莫甲卡了嘛？哦。上次也是在打雷，我就跟他说你要跟雷公讲哦，不要打我哦。他说好，我跟他讲了。好，所以你若要去参观咱的病院，咱有一个科叫做轻安机。老人呢，虽然做会啦，伊有的是失去了迄个记忆去，所以伊家己的行动，伊家己嘛唔知伊伫咧从虾米下。啊，即嘛的人嘛是小家庭嘛，囝也上班，新妇啊上班，孙啊去读书。那么这个老人伫厝里要安怎呢？有的人连大小号都不知道，有的人嘛安尼吼，甲骂起来，甲高甲贵的病人吼，伊也唔知呀。所以必定需要人照顾。啊，有的老人呢是病故啦，无法度家己行动，但是囝、新妇、孙无法度照顾，安尼要安怎呢？那咱都该做一个日间托老啊！你看囡仔细汉有托儿呀，有托儿所啊，那么咱嘛应该呢，会当来去托老啊。白天你要上班的以前，甲爸母整理好，安尼干干净净的，亲像咱伫咧替咱的囝伫咧整理同款，让他干干净净的，甲伊送来去。平安机去到那个地方，有专业的护理给他照顾，有专业的人给他做伴，尤其是在我们组织的病院，还有这么多的志工陪他生活。在那个地方过得很快乐，很欢喜的一天。等到囝啦落班啦，啊，新妇下班啦，啊，就车先煞开来，改载转去，转去呢，会当享受一个天伦之乐。有一遍吼，我去的时啊，就是下晡时啦，都看到伊那咧挂迄个包包啊，都挂来啊排哦，排排队哦，排得好整齐哦。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都会直直教，直直教，教到他们的子孙，这样来给我们睡多下。他说，我们妈妈来这里上课了后，现在回去，我们如果拿东西给吃，他就说，感恩哦，感恩哦，啊，谢谢哦，谢谢哦，就是哦，变成了讲本来就爱骂人的老人啊，那来上课了后吼，他们就会感恩哦，感恩哦，谢谢啊。所以讲，你老人呐，一个真好的环境给伊，咱呢会当讲好好来给伊照顾。
啊，好好呢来培养伊的生活习惯。其实回去厝里呢，老人嘛是宝啊，因为伊回去伊都安尼笑啊吼，啊都安尼真快乐啊，啊嘛会唱歌，所以迄孙啊吼，那看到阿公阿妈安尼。老人会晓唱歌，啊，聊聊就讲讲感恩哦，谢谢哦。迄连迄细汉囡仔吼，同样心欢笑下，吼，就是会甲阿公耍、阿妈耍吼，甲阿妈唱歌，哦，真欢喜。甲老人的环境，真呢，咱讲孝孝父母啊，就是伫咧教育之路，咱。以后的日子要安怎过？就是你这当中啊，爱好咱的父母的日子安怎过？现在咱的父母的日子安怎过？就是咱将来咱的日子要安怎过？身为一个女性，又是一个已婚的女子，如何去孝顺自己的父母？结婚本来就是父母父母嘛，常常有这一些年轻人呢、啊，他要结婚的时候，有的时候到这里来，我都会跟他们说，结婚的这一天的仪式应该呢是互换父母，那做大家伊就是嫁一个查某囝嘛，做丈母的就是嫁一个后生嘛，那么，咱将心比心想啊，那先生的父母呢，就是咱的父母嘛，也可以呢，要很孝顺自己的公婆哦。那么你的先生呢，你的父母也是他的父母嘛，他同样呢也会孝顺，那因为丈人丈母嘛，这就是两个。夫妻总是呢，父母都是我们自己的尽心尽力。好，其实有的，感觉讲，阮家己的老爸老母应该呢是父母互换，吼啊，两边都是自己的父母，用这种的心来感恩来孝顺，应该是没问题的。本人是经营一个公司，那这有所谓的第一长辈就是父亲，他跟我之间是有经营上的一些意见的不同，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孝道为先的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是当然是希望是一个企业经营也能够充分在表现出一个融合的这个父子关系，只是说有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在跟孝之间的取舍，我觉得有一些困扰，所以说请上人可以开示，谢谢。老一辈的经营方式跟现在的年轻一辈的呢，的确是有一点思想上的代沟啦。不过呢，在父女之间呢，应该就是安尼用智慧哈，那去跟爸爸互相沟通。人人性总是上重要的是沟通嘛哈。那这孔子嘛讲过，叔父庙之间啊。见义不从敬义啊，哈敬啊义不为哈，意思就是讲，看到老爸啦，总讲有做唔对的代志啦，那么咱一旦站伫咱的年轻人的智慧呢，好好的一二再三呢，跟他沟通，啊，那沟通未来的时阵哦，咱暂时呢都要顺从伊啊，唔通讲吼硬着要。安尼改修违背，安尼冲突哈，在事项上呢，可以呢不断的跟他沟通，在这种感情上呢，唯有一个顺哈，就是啊爱顺从父母嘛哈，那这就是对父母家己的这个素养呢，应该有的态度哈。当然都是爱不断不断的去跟他沟通，不要这样跟他威严啦，你爱尊重也爱顺从，要看你的智慧沟通。求天下无灾难，祈求爷爷不要再有生命
的东西，祈求每一个人懂得感恩三界八人阿弥陀佛。2010年就读马来西亚慈济幼儿园的小朋友李红旗，在学校参加蔬果护照的斋戒活动之后，已经度了父母如素，而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爷爷也能一起吃素。好像是鱼这些啊，都有生命的，不要吃它。当时常跟我这样讲，这所以啊，他就经验他说那些杀他的时候他也会痛。我家里全部都他们吃素的嘛，全部吃素，只是我个人一个人没吃，大家有吃，在家就跟他们一起吃。好讨厌。他很不喜欢去巴萨的，然后我起初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喜欢去巴萨，然后后来才发现到以前小时候我带他去巴萨的时候，他每次看到人家杀鱼杀鸡，他就叫我们去救，他明天去救那个鸡救那个鱼，我也不懂怎么救，然后我就叫他说，哦，那你就念佛。以前啊，小时候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如果他看到是整条的鱼，他知道那是鱼，他就会一直讲他们杀生，他们吃鱼，鱼会痛，他们不知道鱼会痛，他就一直这样念念念念。从小他就开始，爷爷在吃东西，他就坐在旁边，他就念爷爷鸡会痛，爷爷鸭会痛啊， fish 会痛啊，他就一直在那边念。然后呢，我觉得这样子可能老人家会反感，所以我就不允许他这样子做。然后一直到有一次爷爷买螃蟹回来，然后嘎嘎就杀那个螃蟹嘛，他就看到那个嘎嘎在杀那个螃蟹，哇，奇怪，我这个孩子一点慈悲心都没有，看到嘎嘎在杀他也没有什么表现啊。然后结果他那整天都没有讲话，然后一直到我们从爷家回来槟城，在车上的时候一上车他就开始哭，他就跟我讲，我以后不要理佛了，菩萨听不到我讲话。他讲啊，我每天跟菩萨讲祈求爷爷不要吃有生命的东西，菩萨听不到，我不要理佛了。然后我就讲，可能你不够虔诚，不是菩萨听不到，可能你不够虔诚。小小年纪的李红旗不仅度了家人，还劝募长辈的亲朋好友一同斋戒，并且定期追踪他们是否有持续。请问你还有吃素吗？他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吃素，然后呢，我是说，你吃素啊？然后他就一直讲，你一定要吃素，你一定要吃素，那种诚心啊。然后我是觉得，哎，小孩子也会这样子讲要吃素，然后呢，他也会想到不杀生哦。然后我就觉得，哎，感动啊。然后我就不要骗小孩子，我就真正吃素。我请问你还有没有吃素？有啊。到我老哦，到我死哦。这样的年龄能进来，真的很有福。常常听到啦，这长辈们的夸奖，有的时候呢也供耀着父母哦。当然啦，也有慈亲或是慈少，他们都会说。我发愿要度我的父母亲进来，来做慈济，因为呢，行孝为善不能等啊。孩子们要及时行孝，父母亲啊要及时行善，这种，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嘛吼。真正的孩子能体会到这种为善是快乐的事情，真正有孝的孝子，就是要把父母亲度进来，让父母亲呢也可以感受到这一份为善快乐的幸福的感觉。当然啦，在宗教里也说，种如是因啊，得如是果。但愿父母亲今生今世能得到啦，看得开呀，那做就对的那一种的喜悦，还期待着来生呢，有好的
因呐、啊，将来得到好的缘以果报，这就是真正的孝子，他们为父母该做的事。当父母已经走在福慧双修的正道上，身为子女的如果能够与父母同心同道同志愿，不仅让父母安心而进了孝道，更因为一同行善而丰富了彼此的人生。慈济资深委员何泽美精进于菩萨道上20多年的时间，他的身影穿梭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中，许多大型赈灾也都不曾缺席。从澎湖马公空难、921大地震、四川地震、莫拉克风灾，到日本311强震等赈灾，皆以他精湛的厨艺与大众结缘，并且承担起花莲慈济技术学院与中小学的营养午餐。2012年7月，他因肺腺癌而往生，最大的心愿是家人能够进入慈济行菩萨道，而这个愿望也实现了。虽然呐，伊啊，生命唔是真长，师父听人讲啊，生命长短吼，由不得自己啦吼。那但是呢，他的是开阔，而且很深，好、哦、那一种的菩提根呐、啊，串得很深呐、啊，而且呢，很开阔啊，所以看到了。三个孩子都是承接他的心愿哦，在咱的职业替咱的素食会当头讲，和人人会当接受，不管是学生、老师、教育呢，会当把这个素食带起来，我感觉这实在是足友好的哈、哦。台南也是台南慈中小，也吃得很开心啊。营养有够啊，那而且呢，三顿都给大家囡仔食个饱，营养足够哦。那好，花莲也是哦，真正是足感恩的。看看一家三代哦，哈，阿嬷、阿公哦，那这个老伯、阿个姨哈，那这样的三代就是开始带进来。好，我真安慰啦。虽然是真唔甘，唔可能足安慰啊吼。唔甘是一个，其他的人，好，我感觉讲吼，这种的情亲情的感恩之爱啊，为着感恩老母呢，愿意这样的承担，这个传承他的祭愿吼，真的很难得吼。上人心目中最美的家庭是三代四代能够同堂和谐相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福建厦门一家四代同堂，117岁啊，是一位80几岁的媳妇陪伴的，那样的孝道，80多岁哦，还在117岁的婆婆的身边，形影不离哦，形影不离亏哦，这样的孝道啊，还有呢。50几岁的媳妇，还有世代同堂呐，哈，看到了那样一家人四代人呐、啊，住在一个房屋里面，好多美满的人生啊！而且呢，这都是身体拢还未歹呢，哦，80多岁啊，也搁在咧侍候着117岁的婆婆吼，那伊也未讲吼，啊，我都搁好，我下一代去伺候伊，唔是哦，人伊是一代伺候一代安尼起哩呢，这种的孝顺呐、啊，这嘛是人的品德啊，
虽然这款的家庭啊，咱嘛伫咧帮助，不过呢，在我的心目中感觉讲，这个家庭是天下最富有的家庭。它富有孝，富有善，富有人伦道德，哈，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家庭。咱的父母，咱的公阿嬷丁丁啊，他们在生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德行，我们要好好的去追思。那当然啦、啊，有的人呢，父母啊，也有呢，无有什么款的德哦。不过呢，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留下来的，我们呢还要用他的身体，我们要审视自己。父母有德，我们呢要用来的现在传承父母祖先的德。假如呢想不起来或者是没有，可是我们要赶快呢省思一下自己，我有没有代替我的父母去做一些造福人情的事呢？哦，没有的话我们要积极，有的话我们要坚持。总而言之呢，人生啊总是有一个心，这个孝的源头那就是善，我们呢时时行善呐、啊，那回归溯源呢，那就是孝思。总而言之，我们呢好好的把握当下哈、哦。